那个加班了、啊，我做了一首诗哦，你听听看哈。气力不伴关云起，霞光相映入水帘。水波悠悠山水韵，干城云涌天地间。我知道这是一首长头诗，每一句的句首合起来就是气霞水干。我也做了一首长头诗哦，听听看。出神绘画心意灵，神来笔墨境界深。入画仙境远云尘，画境艺术神韵高。哎呀，也不简单了、啊，我已经悟出来了。那我悟性悟力多强啊！说说看。哦，叫做出神入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台艺大书画系助理教授杨气霞老师后致辞。各位毕业快乐，展出成功，谢谢。